城的那个火炬和点火是让很多人很惊讶的，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创新，是一个改变，确实我们是这样想的。我自己觉得，中国美学特别讲究这种含蓄，特别讲究这种空灵，讲究这样的，以一当十一种留白的一种风格，也就是说，在全世界的这个雪花汇聚的带有全世界参赛国所有的名字包容下，一个小小的火炬，体现了低碳环保的理念，也体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中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，同时呢，也体现了一种人类最早一种感觉，就是我们，你想我们原始的人类，当他发现了火是生命之源的时候，我相信在那个原始人的洞穴里边，可能所有的人在一起很珍贵的保护这个火烛，呵护这个火烛，希望它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，用这样的理念去表现出来，我觉得很美。也回到了我们人类的初心，这也是奥林匹克的一种精神。